Bra， 我还记得你们在上古之战中的表现，你怎么保证不会背叛我们，成为下一个 Elisande， 下一个 Azera？ 我们不想做暗夜井的奴隶，我们想把军团赶出苏拉玛，并结束 Elisande 的高压统治。卡多雷愿意为击败军团、摧毁暗夜井而战，除此之外，就全赖 Elune 的智慧指引了。Zarissa， 你熟悉敌情，这很重要，我们会在需要时召唤你的。